过这个路口，在下个路口是什么？记得是这儿吧？哎，就这儿，好像是就这儿，对，就这儿，好像是就这儿，是吧？是就这儿。嗯，是这儿。其实刚才那人在那按小时那种停的比较便宜，因为咱们也就待俩小时。谁耽误呢？是不是再往上面也有爬亭了？这都有爬亭了。咱们那爬亭是在哪儿？我记得是在那个地方左拐吗？不是这儿吗？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儿。就这儿。从这儿进去的。我不知道。我看看啊，看看那个大转盘。哦，就这。还是再往前走一下。就这。大转盘，我记得。往前这边，对，是不是？没办法，就从那过去，好像是。这行人太多。对，你扎到那儿，他没办法。对，你看看，就在这儿嘛，是吧？你还记得吗？这个，哇，现在还有这种喷火了。刚才那个地方，那个山顶那喷火。哎，这哥们停在这儿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从他那走呗。他停这干什么？去买冰激凌了。他不自觉啊，你说，打伤风。哇，这么多人呢！再找一个，肯定有便宜的。把那口罩给我吧，我也戴上吧。这人也太多了。那家吃什么？就 Tim Hortons 或者是那汉堡包吧，吃个去拿个汉堡吧。哎，你那洗手液拿了吗？
就那个吧。就吃这个，因为就这个我觉得没人嘛。就汉堡吧。你这边跟我要一个吧，我就这样一个汉堡，你可能要想要那个。你要个套餐。你要套餐，要一个套餐，一个套餐。Number two, one combo one餐。Yes。好嘞，Thank you。就坐这边，你就坐这儿。那行。Thank you.
对。还得上那缸。Thank you.